Hello，全球的杰斯家人，大家现在好，非常荣幸我能够担任此次的我们的 Zoom 的主持人，我是贺静，非常感恩我们团队的大领导，我们的三钻熊猫姐姐以及我们 Flora 的一个号令，让我们更多的钻石总裁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今天的主题研讨呢，就是我们的初心的一个话题。那首先非常感恩在线上的所有伙伴，以及在线上的非常多的杰斯的领导人都在线啊。首先我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是贺静，曾经的媒体人，曾经在成都做了三所艺术学校，我担任校长。那在2014年呢，因着要带孩子去新加坡留学，我开始转换人生的跑道。那我很庆幸的是呢，我在2014年牢牢地抓住了这一个新的商机，也就是我们杰斯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在这个2年的时间，我拿到了成果。就像今天我待会儿采访到的三位总裁一样，我们是这个行业当中的先行者。那我也相信，集邮杰斯这样模式，能够带领在线上的所有的全球的杰斯家人去到成功的彼岸。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邀请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三位非常非常优秀而卓越的创业家。首先，我们邀请在拉斯维加斯的我们的苏菲钻石，苏菲钻石，您在吗？请打开您的镜头。在，Hello，Sophie，Sophie 姐您好啊，你哇，好非常的靓丽，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叫 Sophie。Sophie 姐，您现在此刻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对的，我现在在拉好，斯维那加接下斯。来呢，我们邀请出今天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钻石，就是我们的跟我也是有同号的，我们都是热爱运动的，我们 Jessica，Jessica 您在吗？请打 Hello，开。大家好。Hello，啊，你好，好，我们又见面了对吧？，Jessica，好开心啊，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在线上的所有的杰斯家人，大家来畅聊一下我们当时走进杰斯的初心。待会儿呢，我也会问到您的一些问题，好吗？好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星宇总裁。星宇总裁，您在吗？星宇总，您的麦克风有打开吗？好，打开了，大家哇，好。你好，你好，星宇总裁，您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中我现国在是哪个城在市呢？坐标在哪里？天津，美丽的哦，滨海市天津。哇，真好！待会儿呢，我会代表在线上的所有的杰斯家人来访问您。您当初是什么样的决心和决定和看见，那么勇敢地走进杰斯？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前年我们在杰斯里遇到很多的挑战，您依然坚守在杰斯，到底您的看见到底是什么？我待会儿会一一的来访问您，好吗？那好您的，先坐休谢息一谢，谢谢。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转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我们把镜头转向拉斯维加斯这位总裁呢，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创业家。那我知道我在前两天跟我们的苏菲钻石啊，也简单的聊天，他是浙江人，如果没记错的话，您是浙江人啊，对。所以我们经常在说哈，中国的浙江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他们非常的勤劳、勇敢、智慧，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他往往是能够率先垂范，在别人没有看到商机的时候，他看到了商机，而且他勇于去做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我想采访一下我们的 Sophie 总裁啊，您当初您的故事先给大家讲一讲好吗？您的杰斯故事。好好，我们的，把好的，谢谢贺金钻石哈，谢谢，杰斯的家人，大家现在好，
我叫 Sophie， 我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我真的感谢我们的大家长熊猫姐姐还有 Flora 姐，把我们这些钻石凝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 Zoom 上面可以，每个星期可以相见。那我更要感谢的我们的米秀姐，把杰斯的平台带到了拉斯维加斯。那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推荐人，我的贵人，就是安娜姐和立伟哥，把这个杰斯的平台介绍给我。那其实我是2002年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餐馆。那在餐馆里面我整整做了6年。可能有很多人很好奇哈，为什么在餐馆做了6年哈。那因为我刚去做的时候，我老板给我一个承诺，就是说 Sophie 你在这里好好的做，可能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餐馆承包给你，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小老板。那我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机会，在美国是吧，所以呢我就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为他服务，在餐馆里面做了6年。但是到了6年以后，我这个老板就是把餐馆承包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很伤心，我就一气之下我就不做了，在餐馆里面我就辞掉工作，我就回家做家庭主妇。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做家庭主妇没有收入的话真的是很难生存，对吗？那个时候我老公 Bill 哥他在那个赌场上班，那他就说哎，你在家待着不是回事，所以让我去学发牌。那因为我们拉斯维加斯前是赌场，可能女孩子工作容易早一点，所以呢叫我去学。但是我学了发牌以后没有让我找到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是2008年，刚好是金融危机，所以呢我没有经验的人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那个时候我又回到了家里做家庭主妇，但是我真的不甘心，我来美国我是来成功的，我不是来打工，也不是来伺候别人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刚好也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做一个网络行销，也就是另外一个平台，这是我的小姑子介绍给我。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在家里待着我就进去了这个平台，也整整做了6年。大家知道在美国6年已经12年了，但是我在那个平台里面真的很努力，全身心的投入，投入时间，投入人脉，投入我的资金。所以呢在这个6年里面没有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一个美国的生活。那么刚好在2014年的时候，刚好我们的安娜姐和立伟哥他了解了这个杰斯平台，他跟我老公 Bill 哥说，他说哎，我们这个杰斯的平台好像跟你们在做的那个平台有不一样。他说没有业绩压力，他说很轻松的就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成功。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相信，我还是反对，我说我还是做这个就好了，我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去找另外一个平台。但是我老公呢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太支持我了，因为我在6年里面我没有赚到钱，反而我就是说有时候去参加会议啊，去外面参加会议啊，就是照顾不了家庭。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次不管你，他说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所以呢我老公就加入了杰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进来杰斯，但是到了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因为刚好公司推出来一个蓝宝滚动的计划，如果你做到这个级蓝宝你可以拿$6000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老公也进去已经差不多有6-7个月的时间，他已经都了解了。所以呢我就放弃了那边我努力6年的一个团队，因为我对比了以后我觉得哎，这个杰斯的平台就更容易让我成功。但是没想到
真的是选择对了，你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我在杰斯里面整整努力了，真的是努力了两年多的时间，让我得到了一个钻石人生，让我有一个美国的更好的生活方式。那其实我们就在2016年的时候，我老公已经在赌场就辞掉工作，那个时候其实一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收入。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努力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放在前面，如果你选择不对，真的努力是白费的哈。那么其实当我真正了解了杰斯以后，我就全力以赴就是做杰斯，真的让我得到了现在财富自由、时间自由，还有心灵上的自由。谢谢贺静总裁。谢谢您的精彩的分享啊！刚才大家所有的杰斯的伙伴们都听到了苏菲姐的故事，她每次六年都没有拿到结果，但是呢，唯独在杰斯里拿到结果，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懂得在弯道超车，对吗？我觉得这是我们浙江人的智慧，为您点赞啊！谢谢，姐，谢谢。谢谢您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在上海的 Jessica 好吗？我们一起请出她。Jessica， 嗨，您今天早上一大早呢，其实我们钻石群里就炸开锅了，有一个特别的好消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杰斯今年又荣获了企业的奥斯卡的大奖，2021年史蒂夫的商业大奖呢，杰斯荣获了8个金奖，3个银奖。然后又一次呢，被行业的专家证明杰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我想请教 Jessica 的是，您当年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看懂杰斯？我记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对吗？是的。好，您曾经，我记得您好像在乐山工作，也许我们曾经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没有遇到啊。可是呢，是在杰斯平台又相遇。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去佘山高尔夫球场呢，就是在花钱，不断在花钱。那我来到杰斯呢，是在我们在用产品的同时呢，同时在赚钱。那我想请 Jessica 把您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初心，让您智慧的选择了杰斯，好吗？你给在座的所有的杰斯家人分享一下您的故事，麦克风交给您。谢谢，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跟全球的伙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回想起在7年前，我记得应该是在2014年4月份，也是基于在我之前在高尔夫球会工作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认识了我们三钻总裁 Flora 的先生刘新飞刘大哥。那我觉得真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够进入高尔夫这个圈，然后透过高尔夫这个圈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已经让我们感觉很感动。那我更有幸的是透过这个刘大哥的介绍认识了 Flora。 那我觉得呢，透过 Flora 的引领，然后让我知道什么叫慧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经常会讲到智慧的慧根，那我觉得我不属于那种很智慧的慧根，我属于是会跟着的那种慧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记得最初的时候 Flora 来上海的时候，他前后来了3次。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哦，有这么一个生物科技这样的一个upgrade 已经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我与其给父母吃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可以换一个产品给父母吃，只是觉得说希望给他们换一个保健品，让他们能够身体有更好的一个保养跟保护。没想到这个父母在吃着的过程当中身体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最最关键的呢，也帮助了我高尔夫球场的一个同事的表哥，他是一个心肺病的患者。那在透过这个杰斯的白芦醇的调整之后，我记得他有一个想法，因为他已经是医院不收的病人，家里面呢也已经给他备好了，是在陕西的农村备好了这个所有的一切后事。那我记得我当时很积极的组织我们周边的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一些
这个杰斯团队的一些伙伴，我就发到群里把他的情况，然后大家一起给他捐了白芦醇，我记得前后将近50盒啊。那个时候我看着他过年的时候拍了全家福给我，我特别感动，觉得呀，这个产品能帮助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过了年，然后已经过了一年，那我觉得他一定能帮助更多人呢。在第三次，我记得我们三段总裁 Bra 来上海的时候，我是听他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无意中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家以前有保健品工厂，然后他们原来也做保健品，他居然能放弃自己家的保健品来做这个小紫袋的生意。那我相信以他们今天的地位和他们的远见，一定这个小紫袋的生意更有这个突破，更有这个前瞻性，或者更有前景。那我想我这份工算什么呢？我这份工如果跟他们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就在2015年4月份，我悄悄地辞去了工作，然后全力以赴开始跟着我们的三段总裁跑市场。我记得第一站是杭州。那我当时辞掉工作的那一刻呢，我是不想让家人知道的。我记得周边有朋友知道，说我疯了，好好的高尔夫球会不做，然后去决定了做一个类似他们感觉像老鼠会的事儿。那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跟着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啊，一定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们刚刚有说普通人家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一个草根的后代，那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在这个不甘心和不安分的这种状态下能够活出自己，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一点，能让周边的亲朋好友因着我而感觉快乐，而感到快乐。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它辞掉。我辞掉了之后全力以赴，透过3年多的时间，然后上了一个我们杰斯现在的这个钻石的拼接。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定位，我定位非常清晰，我觉得我必须要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才觉得自己有意义。而且我当时在这个定位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举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有做好做成事情的这个准备。我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首先呢去跟周边的朋友聊我想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这个妹夫他是精益物易经卜卦的，那我的中文名他觉得是比较这个叫孤单的，因为是月亮的月，他就觉得说不适合带团队。因着他这一句话，然后我觉得我要带一支比较有能量的团队，于是呢我去找了我的表姐，请她帮我找他们的这个师傅来帮我改名字。表姐就觉得你都这把年纪还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我必须，她不帮我改，我就找了她的朋友，然后找到这个师傅来帮忙改名。就是我觉得当我定位要成的时候，我的名字也要有能量，我带着我的团队也要给足他们的能量。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就是在你刚刚开始经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定位是否真的决定要做成。那定位之后就是决心，我当时想下定决心想要做起来的那一刻，真的是就像前面开篇我们放的那一段这个短片，当你下定了决心真是排除任何的困难。因此呢，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未来的你们，如果真的想在杰斯里做出一点成绩，我觉得定位和决心非常重要。谢谢大家。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好啊。Jessica， 我觉得您的分享真的触动到我的内心。其实我回想一下，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练习高尔夫球场打球也一样，那刚刚开始要学习握杆，那在这个打的时候呢都会把手打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哈。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很努力了，可是最后教练告诉我们，你的方法不对，你的手才会磨破，因为你的握杆姿势和你的转的这个轨迹的这个爆发点不对，所以呢你才会
不可能把这个球打出是一个漂亮的。看来杰斯同样如此，就是你要想把球打好，或者你想把杰斯做好，那就是首先你的动作得规范。比如说今天在线上所有朋友都是对的，我们在一个新的领域首先从学习开始，打高尔夫同样如此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佘山高尔夫球场看那个伍兹的好多次的汇丰杯，我们都全世界的人蜂拥而至去那里，看到伍兹的多少次，他背后有多少次的付出，多少次的失败。所以呢，我就在想哈 ，Jessica， 我觉得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眼光，比如说您放弃原来在球会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我知道这个佘山高尔夫球场是全中国最贵的，会籍费大概那个时候100多万。你都把这个放弃掉，可见您做事就是有一个果敢的一个选择，选择对的努力重要，对吗？是的，我呢在这个离开高尔夫圈的时候，不是在佘山高尔夫，是在另外一个高尔夫球场，但是我已经做到了主管级。那其实当你做到主管级的时候，能够放弃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位置和有了一定的收入。所以我辞职的时候，连我的老板都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我也没有告诉过他。非常的勇敢 Jessica， 为你点赞。我们一起加油，把团队带向更好的未来。我们六月份不是又有6000美金吗？刚才我们的苏菲姐讲到哈，她当年来到杰斯就是因为去拿到这个6000美金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创业之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带领大家去赢到这个6000美金。只要我们下定一个决心，定一个目标，就一定能够拿到成果。好，谢谢您的分享 ，Jessica。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有请出在天津的我们的金宇总裁，金宇总裁您在吗？我在啦。好，金宇总裁，我记得我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杰斯。当下我跟着我们的三钻总裁去跑市场，那个时候我就问他哈，我说熊猫姐姐怎么上钻石啊？他说很简单，你下面都是蓝宝，你自然就是钻石了。那其实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把我点醒。那首先我说那我要做蓝宝，其实那个时候我连蓝宝都不是，在我连蓝宝都不是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记得我在天津遇到你，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会场上见到一个哇非常不一样的有力量的人，他的分享真的能够打动人心。我记得当时你分享了你的故事啊，给到大家，我就天哪，我说这个产品这么好，就一定有市场，也一定有广泛的市场。那接下来你给大家讲一讲您的杰斯故事好吗？我把麦克风交给您。好的。线上的杰斯家人们大家好。那首先呢，我也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大领导熊猫姐姐，还有的我们的 Flower 三钻总裁，两位总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线上呢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对杰斯的认知和一些感悟。那么我结缘杰斯啊，跟大部分的伙伴真的不一样，我是在身体完全瘫痪的情况下走进了杰斯。那么我也是因为做了9年的传统生意，大家都知道啊，做传统生意真的是透支着健康。那么当2013年月份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身体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医生也给我判了一个死刑，应该算是早期的一种。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绝望，可以说没有希望，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怎样的。之前啊，我的就是说在杰斯的前辈经常会说，结缘杰斯的人是有福气的人。那么现在想想，那我真的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也就是说在2013年的年底，我有幸结缘了杰斯。其实一开始不太相信啊，因为会觉得一个保养品能给我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功效吗？其实当时也是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呢又想，如果我相信了，那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如果真的把我身体调理好了，那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在有病的那一个阶段，我真的想了很多很多。
当时我在家人跟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负担的负，因为我连做家务都做不了。那么我就是想，如果杰斯的产品给我的健康带来了改善的时候，那我一定要把这样好的产品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刚一开始用产品的时候呢，那我先生还跟我说了，你自己吃就好了，你不要跟别人说。那为什么呢？因为哈，我在30岁的时候就注重保养，就接触了一些直销的产品，其实被那些执着的直销的从业人员，就是被他们的热情，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么我用产品1.5年的时间，我没有去跟任何人说，主要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认知，会觉得我要去推销产品，因为当时没有找到一个让我去分享杰斯的一个原动力，一个初心，那我就把我的心门关闭了。那也就是在2015年，所以说我非常感恩我们的两位大家长，一位就是熊猫姐姐，一位是我们的这个 Flower 总裁。2015年的时候，两位总裁都来到了天津。那么 Flower 总裁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其中他讲到，人活着真的是有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生存阶段、生活阶段、快乐阶段。他说人活的一定要有价值，要有意义。那么他这一句话打到了我。同样熊猫姐姐也是来天津哈，熊猫姐姐就说了，你愿不愿意帮助10000个家庭，让他们获得健康，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这两位总裁的话真的打到我心里了。当时我生病的时候，我会想，生命真的很脆弱，那真的如果我决定不了生命的长度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决定我生命的宽度。其实就是在2015年5月份，就是这样自己的一个决定，就觉得我要把这样好的机会分享给更多人，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呢让我儿子觉得他的妈妈不是一个负担的负，他的妈妈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就是这样啊，我就参加了杰斯大学，我看到了创始人夫妇，看到了70多岁的创始人夫妇，我被他们的故事深深的感动触动着。那当时我就是一个决定，我要全力以赴的去做杰斯。在我生病的时候哈，有人跟我说，他说你这名字不好，你要换一个名字哈。那当时就是起了个名字叫心语，那这个名字我一直是没有用的。当我决定要做杰斯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创始人夫妇他们的初心与他们的做杰斯的这个使命，他们就是想给普通人搭建一个平台，他们同时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拥有健康，让更多的人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实现梦想。那我就想，我要用心语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在我的意识当中，心语就是心甘情愿的给予。哎呀，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贴切杰斯的这个公司的大爱。那么我就是开始全力以赴的去分享。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哈，那杰斯公司它在短短的9年的时候就已经拓展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其实这些真的是远远离不开公司的定位及它的使命的。那么公司的定义，它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健康，重返年轻。那么就这8个字，获得健康，重返年轻，这里边蕴含了爱心和无限的商机。那么创始人他们每年都会飞行10000多公里去与经销商，世界各地的经销商去见面，他们同时呢也去帮助世界更多的孩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初心和大爱，感召了世界各地同频的人与杰斯公司一起把健康、爱、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那么作为我们之前是做这个传统生意的哈，
就是我在这里边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我们当时是拿代理的，是拿一个天津地区的代理，就已经是几百万的一个投入。那么现在我们说杰斯，我们是做全球150多个国家的生意，那我们投入多少呢？我们只投入了29.95美金。我们做传统生意的，我们是需要租仓库，需要店员，需要会计，需要广告，需要营销。那在杰斯里边，这些公司都替我们做了，我们唯独要做的就是两个字，我们去分享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在疫情当中哈，就是我为什么会坚持下来呢？因为我们做传统生意也是一样，去受传统生意受的冲击真的很大，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一些困难我们就放弃，我们就放下。那同样杰斯也是一样的，那杰斯他已经做到了150多个国家，那在疫情当下物流方方面面受到了影响，那我们说在疫情当下我们更需要杰斯，因为杰斯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增加免疫力。那在那个时候我带领我们团队全球购，全球的去购买，去买澳大利亚的，去买新加坡的，去买北美的，去买泰国的，就是这样。团队伙伴没有因为大中华区的物流受阻，大家都是这样在坚持用产品。那么我说在杰斯里边我自己的收获是什么？我自己的收获就是改变，因为杰斯让我变得更有爱心，更能包容。因为我们知道杰斯他虽然说是一个人的生意，但是他是团队在一起，团队在一起合伙去运作，然后呢是系统帮助我们来操作的，那不是说个人英雄主义。那杰斯在杰斯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呢，我深深的感悟到团队的凝聚力是多么的重要。那经常性的我跟团队的伙伴说，我问大家杰斯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因为每每的会被伙伴的分享感动到触动到。有伙伴说杰斯对于我来说是健康，也有伙伴说杰斯对于我来说是美丽，是逆龄，那也有人说杰斯对于我来说是财富，也有人说杰斯对于我来说是高品质的生活，那也有伙伴说杰斯对于我来说是梦想。真的是这样，我被大家的这些个故事所感动着。真的，我觉得杰斯值得。就是在我9年的传统生意当中，我没有被感动过，我没有这种由内心生发出来的一种感情跟爱。可以说杰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在孩子面前不再是一个主妇的妇，负担的妇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上红宝的时候哈，我与我们的这个我的推荐人家人一个聚会去吃饭，那我的这个推荐人问我儿子，小声说被我听到了，他说你觉得你妈妈怎么样？我儿子说我觉得我妈妈了不起。其实真的被我听到了，听到儿子的这个肯定，我觉得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同时我也是觉得有好的平台，你努力了以后才会有收获。我记得有一句话哈，曾经说过，你要是想让这个人没有收获，你就让他瞎折腾。实际上真的是这样，选对平台比努力更重要。那么在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点我的感悟哈，杰斯它是一个倍增的事业，它倍增着健康、美丽、快乐、财富还有爱。杰斯正在爆发，杰斯的10年它真的就是一个刚刚开始，那么杰斯的后10年它就是要爆发，因为杰斯的公司文化决定了它会长长久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成长，我们的生活在富足，我们的健康在延续，我们的美丽在定格，
那么希望更多的伙伴能够感受到杰斯的博爱。谢谢，谢谢大家。心语总裁，我都听得入迷了，都没听够，感觉真的好棒好棒。大家知道吗，在线上的全球杰斯伙伴，您知道心语总裁他已经做奶奶了，对，他经常在说在带着他的孙子在玩，我都不敢相信啊，看着他就是40岁的样子，怎么会成为这么年轻的奶奶。所以我想说非常的感谢你，我也代表在线上的所有杰斯家人感谢你。我觉得我今天听到您的故事和我当年2015年在天津听到同样的让我感动，就是说心里话，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杰斯，当我们找到这个初心的时候呢，成功的法则是什么？成功的法则就是定下目标加上承诺与责任。我相信所有的杰斯家人都听到了三位总裁我们的苏菲总裁、心语总裁成功的理由，就是那份责任、那份担当、那份勇敢。好，再次把掌声和感谢的话语送给心语总裁，谢谢您。好，谢谢。那我想说您刚才说到那个话题啊，在杰斯接下来的10年的爆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参与，在线上呢那么多的伙伴，全球伙伴都会去见证。而且在5月上旬上中旬呢，我们随着1210在中国落地。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只要每个人读懂1210，就会远离120。是的，真的是太棒了，贺静总裁真的说的太棒了。是这样，是的，是的，贺静总裁，我相信因为在这个分享呢，因为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哈，也帮助了很多个家庭。当他们给我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我妈妈86岁了，之前是哪样哪样的，现在因为杰斯的产品，他能够去干什么了，还能够给我们做饭了，还能够打麻将了。就当他们回馈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杰斯这样的一个平台，才能够实现我的梦想。就是我当时的初衷就是这样想的。那我们会说，那财富呢？那杰斯其实它有领先世界5至10年的抗衰老的产品，这个不用说，用了你就知道。那同样呢，它又是有一个先进的商业模式，它就是交互式这个网购，是吧，消费商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在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你不用考虑那个财富，他真的就会源源不断的来。可能你做的时候你要想，哎呦，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那你这个心态我觉得就不对了。当时我就因为看懂了杰斯以后，我就想不用看后台，只要我帮助很多的人的时候，那真的就不用说了，就是这样的。真棒真棒，真的，我觉得心语总裁您说到大家心里去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的爱公司，那么的在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跟随公司走下去，就是公司的伟大的愿景。就是我们在评估一个伟大的公司和普通的公司，它的愿景到底是什么？愿景就是利他。我觉得这样的文化呢，也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是相等的，对吧？是的。好，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等一下，把镜头拉向在拉斯维加斯的苏菲总裁。苏菲总裁，您在吗？在。好，苏菲总裁，我想说哈，您刚才也讲到您的故事，曾经在那个赌场啊。其实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也被迫去过金沙的赌场，也去过这个马来西亚人投资的云顶赌场。但是我在赌场里，我不是去参与赌博的这么一个人，我在观察这些去赌博的人。去赌博的人，他们都有一个赌徒的心态，就是赢，我马上要赢钱。我相信您在拉斯维加斯也会遇到很多人，做资金盘也好，做这个盘那个盘也好，他会让你马上赚钱。可是我想问您的是，为什么您没有选择？因为您在赌场看到的这些赌徒们的心态，您看懂这个心态背后带来的就是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事件。您为什么没有去选择那些这个盘那个盘，
所谓的在美国现在风起云涌的各种盘，告诉你你今天会成为谁谁谁，你成为开盘人等等，您为什么没有选择呢？我想问问您，采访您一下。嗯，好，谢谢贺静总裁，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因为其实我们在赌场这边呢，真的诱惑也是很多的哈。有很多人他们有的不上班就去赌场那边混，其实如果混得好的话呢，就 有一点点，每个月就有一点点收入哈。如果混得不好，那就倾家荡产。但是我觉得靠这样的生活我不太喜欢哈。那么其实我自从做了杰斯以后，真的我觉得在杰斯里面让我学到了很多。就像我们当初的老板娘那个创立的这个平台，就是可以让我们普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和梦想。那么还有就是当我们成功了，我们就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成功，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这些没有饭吃的这些儿童，读不起书的这些儿童，去帮助他们。那么其实我在杰斯将近快七年的时间哈，其实在这里面我从2014年11月份开始我进入杰斯，那么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可能在线的很多伙伴一样，我们也是懵懵懂懂，也是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就是说去分享，去做，去体验。那么其实很多也会碰到很多问题了哈。那么其实当你就像我们前面的几位总裁说的，当你下定决心，当你有目标的时候，有定位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么就像贺静总裁问我，他说在拉斯维加斯也很多诱惑，可能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来找我去做什么平台，做什么平台。那我觉得我在杰斯里面我得到了这么多，我自己我的健康，其实我健康找回来，因为也快这么大的年龄了，肯定也有亚健康。但是以前其实我也吃很多的保健品，没有让我改善这个亚健康。当我用了杰斯产品半年的时候，我的亚健康基本上全部都改善。那么还有其实我的家人还有很多朋友都让他们得到了，就是说得到了杰斯的产品的受益。那我觉得在杰斯里面让我得到了健康，又让我得到了财富，那么又让我得到了这么多的良师益友，还有我这么多下面的这些付出的这些伙伴。那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我不能离开杰斯，哪怕杰斯那个真的不能做了，我说我也不会再去做其他的平台。我是这样去告诉他们叫我去做其他平台的这些朋友，我是这样跟他讲的。我说那个杰斯这么好，杰斯产品这么好，我说还要去找什么平台呀，对吧？再说我在杰斯里面让我得到了一个美国的更好的生活方式，我还要再去折腾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在线的伙伴真的可以就是听得进去我们前面几位总裁就是从杰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我觉得杰斯很简单，就像我们老板娘说的，我们做杰斯只要把产品用上，好好的用产品，让我们自己彻底的改变，让我们把那个好的东西分享出去，我们就可以了，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做杰斯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不要想的太复杂，复杂了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哈，越简单越好。不是说有一句话吗？复杂的事情简单做你就是专家，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行家，那么重复的事情
用心做，你就是赢家。大家不要想的这么复杂哈，我们只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让自己彻底的改变，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朋友，好吗？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好，贺金总裁，作为网络营销界的前辈啊，给到我们这些新人，给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些没有在这个行业去行走的这些人，给到我们非常简单的几个字，就是我们要简化，一定不要把这个思维做得太复杂，因为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能够赢出来。谢谢您的这几句话，我收到了，谢谢。我相信在线上的所有伙伴也都收到了。再次感恩您，苏菲姐。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好，苏菲姐，我们一起把镜头转向在我们的上海的 Jessica 好吗？好。好。我们在上海，上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啊。那其实呢，我想说，最近这段时间我都跟伙伴们 Jessica 有这本书《第三族时代》啊，这本书的啊，我相信大家都在看。以下您的麦克风没有打开。对。其实我想说哈，为什么雨下我们要懂得智慧的做一个选择？因为过去不管我在媒体工作也好，我曾经也短暂的在新华社间，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被雇佣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有可能最早你成为个体商户，就像我们的苏菲姐，那有可能你是公司行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在杰斯我们看到的就是平台的合作啊，包括您刚才讲到您跟 Flora 姐啊，我们三钻总裁这样的一个故事，您看到这么优秀的人都在这个行业里奔跑，那其实就是生命感动生命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比自己更成功，对吗？对，是的，那我想说嘛，雨夏，就是我也想请教您的是呢，就是您是怎么让团队的伙伴紧紧的跟随系统，而不是去有更多的这个做的更加的复杂，你好吗？怎么样用这个帮助伙伴们去上到更好的一个拼接？因为五月份、六月份都有额外的6000美金的奖金，您把您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线上的伙伴好吗？5分钟时间。谢谢你。其实呢，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朋友不一样啊，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很幸运啊，从自己的这个家人开始。我的这个家里面的家人，除了我父母是我忠实的这个使用者之外，那有一位是我的这个表妹。我的这个表妹呢，她是第一个从我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我整个的变化，然后他就给我电话打电话问我说，哎，你最近我感觉好像看着皮肤肤色好了很多，你最近都干嘛了？你还在球场做吗？因为我当时是刚有说了，是悄悄的把工作辞了，家里人是不知道的。他透过我的朋友圈发现我已经不发在高尔夫球场的一些资讯的时候，就问我，你是不是辞职了？我说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千万不要跟你爸说，因为他的父亲是我的舅舅，如果我的舅舅知道了，那我妈很快就知道了，那让父母知道你的一份工作，好好的工作没有了，他们会非常担心。所以我想好不容易给他们吃了 AMPM 能够好好睡了，再让他为我操心，一份工没了，那不是白瞎吗？因此呢，我就跟我表妹说，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讲这个叫什么，我已经把工作辞掉了。接着呢，表妹呢来了上海出差，就叫我到一个咖啡厅，来，你告诉我你都吃了什么，用了什么，然后我就从车里把所有我吃的用的全部都放在桌上给她看，然后她问我，你都花多少钱买的？我说我当时就我推荐人跟我讲了，我就把信用卡给他，然后他就给我刷了3000美金。我表妹听我说完，从兜里拿出了一张信用卡放在桌上，你给我刷吧。我当时都很愣呀，我心想他如果一下子刷三千美金的话，那也是跟我一样买了那么多的一个产品。我就跟他说，因为他自己有公司，我说我知道
就是你可以买自己办一个加入，然后呢你同时推荐两个人，那你就合格，你就成为一个经营者。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这么说，哦，还能这样？我说对啊，你把3000美金变成3000，然后呢你有这个11盒，当时我记得一个套餐是11盒的白藜芦醇，我说你有这个11盒的白藜芦醇，你的护肤品需要，你可以把你的白藜芦醇来跟我换护肤品，或者我也可以帮你，因为他在深圳，我也可以帮你在深圳给我的朋友先做一些推荐，你把产品给他们，让他们先试用起来。就这样，他听我说了以后，开始办了一个由3000的大套餐换成了一个左右合格的一个经营者，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经营的伙伴。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每个人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伙伴他会让他3000美金进来一左一右一个小的这个基础套餐，但是我的想法呢，就是我觉得让他先有一个这个产品的使用，接着他马上看到了400美金的这个推荐奖金，是不是他的动力就来了，他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有企业有公司啊，一看到这个钱进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方法，不过对于生意人来说可能他们是挺能接受的。我当时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最初的时候开始做杰斯，自己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小白，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那我记得我的推荐人三钻总裁Fora 他在美国，那你也不能成天问呢、啊、你也有跟我们有时差呀，所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接下来呢就是跟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分享，其中呢也有这个可能跟我并没有那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一位80后的红包总裁，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刻意去跟他分享，是怎么呢？因为他跟我们高尔夫球会是有合作关系，当我在使用佩泉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脸上全有斑，我打高尔夫我有晒斑，然后呢额头都有一些纹，打球的这些晒出来的纹，他看到我很诧异的问我说，哎，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这个皮肤干净了很多，你最近的气色好像比以前看着年轻了，你整个逆龄了。这是第一个说我逆龄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首先把产品用好非常重要，当他把产品用好的时候会吸引很多人关注到他。那我当时呢就是透过产品的使用吸引了这位80后的这个伙伴他的关注，然后我当时我每天兜里就放一个小子弹放在兜里上班，然后他问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给他喝一下，他喝完以后，他上海人，碎碎滴滴米都没好啊，他说酸酸甜甜的味道挺好的，他说这个怎么买啊，我说我还没跟他讲怎么买，我就跟他多嘴说了一句说，哎呀我妈妈糖尿病吃了以后好像糖尿病有改善，然后他就说，哎，那我好婆他们家应该是苏州的，好婆也有糖尿病啊，然后他说那你给我拿2盒啊，我就回去在我妈妈那边，因为所有的产品都寄到妈妈家，寄到父母家，然后回去拿了这个2盒，我记得先拿了一盒快递给他。过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10来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你这个小子弹我好婆喝完以后那个血糖反而升高了，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这个好转反应，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这个状态，他说他不敢喝拿给我了，不过我喝了以后感觉还挺好的，他说我肚子小了，口气少了，然后新陈代谢好了，你这东西怎么定啊你看这客户就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当时也订了一个11盒的配权。那他自己呢，因为他呢是帮一些这个平台做什么呢，做文艺啊，做这个演出啊，做活动啊，所以他的最初的推荐的一些这个朋友都是演艺圈或者是导演啊，或者说是一些甚至歌星都有，非常有幸，我觉得跟这样的一个80后的伙伴互动链接，然后有一批这个非常棒的一支团队在我们浙江的杭州和铜陵。我前两天还跟我们铜陵的伙伴，就刚才贺静钻石手上拿的这本书
给我们这个同龄的伙伴快递过去。我觉得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一期的生意人他们非常非常有感觉，他们一段时间会有一次活动，然后呢甚至呢他们自己会很主动很积极的去购买一些新的产品，公司的新产品。我每次问他们一些新出来的产品，哎，益生菌有了吗？吃过了。哎，这个最新出来的 NMN 吃过吗？吃过了，都有了。所以你会发现真正能好好在使用产品的一些伙伴，可能他们会真的影响更多人。我想呢，其实我们在选择伙伴的时候，很大程度还是要有一种什么，还是要有一种很积极向上的那种用心度。我们团队有一位这个绿宝总裁钻石的这个朱静，他的这种钻石梦想非常非常大，他的那种积极，我经常跟我们的一些伙伴说，哎呀，你要是有朱静的那种勤奋度的三分之一就够了。朱静的那种勤奋真的是很难去用词汇去理解，他的那种用心度，哪怕带着孩子，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我记得2016年我们去新加坡，那个时候孩子只有2岁多3岁，3岁应该，推着孩子，然后这一路大包小包的就这样去。这个孩子是跟着我们这支团队一路长大的，他今年应该接下来马上要读2年级了，去年是1年级。我是从他3岁的时候开始认识他，我跟他妈妈开始跟他们的这个他妈妈周边的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妈妈每天都是推着他出来，我们在餐厅咖啡厅各个地方，冷了他躺在椅子他的这个小轮椅上面睡的时候给他盖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趣，我们在星巴克的咖啡厅，然后那天呢他就睡在沙发上，中午他要午休了，我们还在谈杰斯，然后这个他没有东西盖，没有东西盖，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件穿的外套脱下来给他盖，然后出去外边兜了一圈，自己买了件衣服，因为咖啡厅里面也很冷，空调也非常大，我也不能穿个背心在那跟朋友谈杰斯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也因着有这样的一群很好的伙伴，看懂了这个平台，一路都紧跟，没有放弃也没有放下。说着就会很感动，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是的，很多人可能他们都会哎呀觉得公司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转换平台，但是他们似曾想过过往你们受益多少，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心灵，就是没有想过说我们的受益，回顾那么多的得到，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个公司，支持这个公司能够更大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好吗？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非常的感动哈，Jessica 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你的想法说出了我们很多人到现在还依然留在杰斯的总裁们所有的心声。我觉得当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迎难而上，而不是抛弃公司攀高枝。所谓的高枝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陷阱，所以亲爱的 Jessica 我们坚定的留下来，而且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10年的大爆发，市场都是我们的，他们离开远走不送，留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的10年。好，我们不用伤心也不用难过，我们就目送他们走吧，欢送他们走吧，那留下来的市场都是属于我们的，好吗？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啊。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所有在线上的杰斯伙伴们，大家看到了我们这样一群生动活生生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杰斯，包括我们的新宇总裁，我们的 Jessica， 我们 Sophie 姐，为什么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留在杰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杰斯通过这个几年的跟随，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公司，感恩平台，也感恩团队。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在这个几年当中，我觉得赚到钱是一个最小的成功，而且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当我们跟随公司去到未来的更好的一个高峰，我们也预祝公司在未来的10年
top one 的一个企业，我相信因为有我们在，就一定会成为更有未来的一个远景的公司。好，谢谢，谢谢 Jessica。好，最后呢，我们把麦克风交到我们的心雨姐那里，你给，因为时间的关系，你给所有在线上的伙伴们讲一句祝福的话好吗？好的，那我刚才哈被这个 Jessica 说的我也有要感动哈，就是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因为杰斯是值得的。那我们就是说在杰斯里边，我们做好两件事就 OK 了，一个就是要做好复销，第二就要做好复制。那么我希望更多的有爱的同频的伙伴们，我们真的携手一起同行，真的未来真的很美，我们就要做一个有价值懂感恩这样的一个人，跟老板老板娘的同频就 OK 了，我们能跟着他们同频，我们就能走得越远走得越高，我们不去被别人割韭菜，真的一轮一轮的割，我们也要是做一个靠谱的人，我们也不去割别人的韭菜，我们也不被别人割，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啊，我们要自己选择跟随哪样的公司，要跟随有大爱的公司，靠谱的人就要做靠谱的事情。好，谢谢大家，非常感恩，谢谢。好的，非常我们在线上的所有杰斯家人聆听。那我想说我们收到了我们心雨总裁给到大家的最简单两个字哈，四个字，复制加复销。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就是杰斯就是一个指尖和舌尖的生意，就是你张开嘴就开张，指尖你下单就会有成交，对吗？而且我们想说的帮助别人也好，或者是利他也好，你只有让对方感受到这个产品的好，感受到这个商业模式的先进性，你才能真正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肩哈，跟随大团队，跟随我们的三钻总裁 Flora， 我们的熊猫姐姐，以及在线上的所有的领袖们，我们一起携手同行，去创造一个更加辉煌、更加卓越的未来的十年。好，再次的感谢三位非常优秀的总裁，向您致敬。感谢在线上所有的伙伴的聆听，更要感谢的就是后台的为我们默默奉献的 Mandy 总裁的默默支持，谢谢你们，感谢。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